大家好，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我今年93岁了。说起来，好像是很长的时间，自己感觉真的是一弹指。 人生是一场梦，这个世界哪一样东西能带走？身体都带不走，真是万般将不去。下面还有一句话。 那是带得走的，唯有业随身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成就敬业，这个生活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。敬业是什么？ 最简单的说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我们效法弥陀的心性，念念断恶修善，为佛法久住世间，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不为自己。 我今年学佛67年，讲经教学60年。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：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，没有学历、经历，老师。 看到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台湾，劝我出家，劝我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。这一句非常重要。学佛，首先认识释迦牟尼佛。 然后跟他学习，这样才发现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。30岁开悟之后，就开始教学，一天也没有放松，教了一辈子。79岁圆寂，讲经300余会。 说法49年，
佛教不是宗教，把它看作宗教是冤枉，它是教育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？他是一个社会教育家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的工作者。他教学不收学费，没有受人供养，他吃饭每天出去徒步，一生没有道场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土地，过的是流浪的生活，晚上树下一宿，上课大家都坐在地上，自己住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，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放假，如果有放假，经典上有记载，没有放假，真正是非常认真负责，好老师啊。所以佛法是师道，我听老师的话，这一生确实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，走得很辛苦，但是走得非常快乐。到93岁了，居然有人来找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去上班，他们为我在巴黎总部设立了一个永久的办公室，净空之有事，希望我能够帮助联合国团结全世界的宗教，帮助化解世界上的冲突，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。教科文组织办公室这件事的缘起是在前年三月，当时教科文组织的九位大使来到图文巴参访，他们看到了这边宗教团结与族群团结的实际成果，对于这种能够带来的社会和谐的事业产生了很大的信心，就联名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教科文组织。报告中说明多元宗教的与族群确实是可以团结的，并且向教科文组织申请给我设立一个办公室。教科文总部很快就批准了大师们的这个请求，我们用这个平台为宗教证明，让大家都认识到宗教是教育，所有的宗教都讲神爱世人，都是爱的教育，我们有共同的核心价值，就可以团结在一起，
宗教能够复兴，能够团结，就可以给世界带来安定和谐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。后面我们还要利用这个平台，让世界各国的大神们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全人类的宝藏，可以救国家、救世界。将来世界要走向统合，统合要用文化，用什么文化？就用中国的传统教育，用一部中国的群书治要，这就可以统合世界。这些事是大事业，是复兴宗教、开创太平盛世的事业。同学们都知道，我的寿命本来只有45岁，又没有福报，为什么能够转过来？当年甘珠活佛告诉我，这是由于你讲经的功德。他说你的寿命很长很长，你的福报很大很大。到去年我进去联合国这个组织之后，才知道这个话了，就是说的联合国。联合国很不容易进去，我参加这个工作，年岁虽然大一点，体力还可以，一生没有到场，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殊胜的大道场，完全是三宝加持，祖宗护佑，我们用它来弘扬儒释道教学，用它来团结多元宗教。我们用的方法是在办公室开茶馆，与大师们喝茶聊天，这是从方老师那里学来的，有上课的实质，但不拘泥于上课的形式，轻松愉快地把中国传统教育与宗教爱的教育介绍给各国大师，这是真正能够解决个人、家庭乃至于世界一切问题的方法。大师们会把这些观念带回去，分享给他们国家领导人，共同帮助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。巴黎这个办公室是永久机构，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中国传统文化要如何传法？我们的理想是办一条龙的学校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一路办到大学，
根要从小扎起，它长大才不会变质。一条龙的学校确实能出人才，培养出懂伦理、有道德、信因果的圣人、贤人与君子，由此匡正世道人心，救国家、救世界。另一方面，宗教团结也要持续做下去。宗教团结的稳固基础在于宗教必须回归教育。现在英国的和谐博士班起了一个头，培养各宗教优秀的传教士。我们图恩巴这里的基础好，宗教团结经营了十多年，将来有机缘可以建一所宗教大学，让各个宗教的学生有机会深入学习自己宗教的经典，同时也了解其他宗教的教义，真正明白众神一体、宗教一家，所有宗教就能够牢固地团结起来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正义也要有人传承。正业是什么？净土念佛法门是我们的正业，这是学佛成佛的第一法门。遇到净土，那你是太幸运了，一生就证得究竟圆满无量法门。你去找，再找不到跟净土法门相同的，找不到，没有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这个缘分来得太难得了，得到了为什么不能往生？对于极乐娑婆的真相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无量寿经帮助我们把两个世界认识清楚。我希望无量寿经后继有人一直讲下去，不要中断，用现在这个科学工具，卫星电视台、网络电视，在一个地方讲，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到。讲的人要先度自己，再度别人。自己没做到，这部经你就没有办法讲透彻、讲明白。自己必须做到，你自然就会讲。遍遍都有体会，遍遍都有不同的意思，显示出佛陀的经教、祖师大德的思想言行与信德相应，
是真实的智慧。把经教讲明白、讲透彻，帮助大家真正下定决心、真心、真愿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我学佛七年，发心出家，一出家就开始讲经，教佛学院。出家两年之后，我才受戒。受完戒之后，我到台中去看李老师。李老师一见我，用手指着我，很大声地说：“你要幸福，你要幸福。”我一下就愣住了。老师跟我解释，幸福不简单。不要说你现在已经出家了，已经受戒了，而且已经在从事弘法的工作，不见得是真幸福。有人出家一辈子，八十九十还不幸福，怎么不幸福？佛在经上讲的，他一个字都没做到，这就是不幸福。佛教给你的，没做到，没做到啊，那就不幸福，不相信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佛教你布施，很吝啬，视财如命。那这就不相信了。佛教你持戒，偏偏破戒；佛教你忍辱，偏偏发脾气，那怎么行呢？这个意思很明显的不信呢，甚至为人讲经讲得天花乱坠，自己所作所为跟经典中所说的完全相违背，是不信佛啊。佛在经典中讲的话，你统统做到了，才叫信佛。信的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不肯做，就是不肯相信的。早年，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讲过，很多次劝我不要再讲经。他说：“你讲经讲了三十多年，不要再讲。”我们佛门当中，后继无人是大师，他劝我培养学生。学生的标准，他老人家特别强调综述俱通，疏通的人很多，会讲的人很多，真正修行的人没有，修行正果的人没有。修行正果是宗统。试问问，你今天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没有把握，那就不行了。你今天会讲，
你所讲的，你做到了几成？没做到，这是枉然了。经典里面的教训，句句做到，这是宗徒。我们今天求的是这个，绝对不求形式，绝对不求外表啊！经不起诱惑的是凡夫，不足以为奇，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能够在诱惑当中不动摇的，我们知道这是真正可贵。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，这是我们要珍惜的，要护持的。书上不是写的吗？树通宗不通，长城专注通，所以说宗树居通啊，才是善知识啊。这样真正是佛门的龙象，真正可以为世尊执掌法具，救度众生。我们要学刘树谦老居士，他法眼表演自在往生，仅仅一个月，阿弥陀佛真来了，真的来接他走了。不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永远脱离六道苦海，往生成佛，得大自在。这样的表演，只要有一两个人真正看懂了，也照着这个方法念佛往生，这就是真正的救度众生。自在往生的人多了，相信这个法门、学习这个法门的人就多了，那是真正度众无尽功德无量。事出世间法理的成就都离不开好老师的教导与善知识的护持。老师与护法的恩德很大很大，真正报恩就是依教奉行，自度度他。我的这一生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今天借这个机缘提出来供养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，好好努力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。无论做什么，心上时时都不能够忘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归极乐老家。古德说，自是不归，归贬得，故乡风月有谁真。等我们这一生任务圆满了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我们，
这是真正的报佛恩、报师恩、报众生恩。至此，澳洲净宗学院举办净空弘法6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，嘱咐与会大众道业精进，法喜充满，静定安乐，光寿无量。嘱咐各宗教、各族群、各文化彼此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嘱咐各国国运昌隆，国泰民安。嘱咐世界安定和平，盛世大同。恭祝我们同学大家发心，在这一年当中把信解行政做出来，我们的功德就真的无量了。谢谢大家。